主灯终于天成亮相，五光十色，灯光变化绚丽多彩。搭配摄像夜空雷射光束，主灯在夜晚特别抢眼。就算是白天没点灯，也是灯会园区内最醒目的一座。但民众看得出来主灯造型是什么吗？换出来，你找到这个角度开始走。随机街访民众全给了正确答案。对照主灯模型曝光时，引发网友讨论不像狗的批评，主灯造型进化。原住民孩童旁站的就是台湾犬，模型胸部较宽，被批是狗头入身，灯会亮相时比例明显调整，又恢复窄胸，台湾犬本色。对啊，像台湾土狗。民众一看，直觉主灯就是台湾犬，进化版的主灯造型扭转不像狗的负面批评。三立新闻廖国崇、欧玉文加以报道。